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外乡支持大家好。啊，咱今仔日咱拜三吼，啊会当邀请到咱王教授吼，王世英大师吼，啊来咱遮，顶届嘛是迄落断交啦吼，断交断交再断交吼，啊即嘛到第三遍断交啊吼，安尼啊咱啊今仔日啊，就来过来邀请你来吼，咱先讲一个这断交，或者先讲几句，咱就来进入正题啦。好。啊，即摆正对，咱要不甲因宣布吼，等下再宣布。要未，先讲者，再开胃菜讲者。好。啊，都断交有什么好开胃菜的？有什么好？断交我就感觉足好个呀。我嘛感觉袂歹啊。啊，就熟悉的变啊，你是。嘿。哦。就表示咱正侪物件都检讨嘛。咱就感觉讲，那我的感觉来讲哦，迄头壳无清楚的，才会甲咱尖叫。头壳清楚的，才会甲咱尖叫。好啦，啊，咱即马就啊进入咱的主题啦吼，就是讲你前下遐，你有写一本册啊，讲强强遐吼，2031年会崩溃嘛。哦，啊，真侪人讲诶，人即马当好，你咧讲唱衰嘛？啊，这是一种观念。对啦，吼，你讲咱个名都很羡慕啊嘛。啊，咱即下咱来讲就讲，你咧讲哦，一兵一国啊，即个一兵一国救中国啊，毋是？对。啊，这应该是咱一兵一国救台湾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讲一兵一国救中国安尼好，啊，咱即马咱就来开始来讲嘿。一国双方受益，咱这个，那我看你，我你开，看你讲什么，甲我问什么嘛？啊，咱的题目是吼，一边一国吼，我的看法是对中国有利吼，啊，伊那袂晓的，啊，伊那甲咱呢，直接甲咱霸凌甲呢？我是看拢无嘛，对即卖断交嘛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咱来，即个针对即个题目，咱来讲予咱的讲我的看法，啊，甲大家在咱的听众吼，来甲请教者，看我安尼即个分析对啊唔对？那你若讲一边一国，咱这边的人就，你要起解讲一边一国，咱这边还袂去半路啊，都去互拍死去。我感觉安尼，无啦，咱即马来看这个题目，要袂讲以前，咱来讲啦。你讲两个，吼？你讲中国讲直直咧讲台湾，一定是会讲统一一才会使。是啊。啊，统一以后，你用个保证中国会变世界第一的，啊是伊个工业会发达，伊个经济继续发达，啊是这个到这个伊个人权记录会愈来愈好，啊是安怎？啊是伊个经济统一，敢会一定会达成？这统一甲大多咱咧讲，伊个政治会安定咯，治安会好咯，啥物？迄是两回事呢。因为统一以后嘛，无着，但人会开始在内面较乱啦，迄面拢共款啦，啊，小学者讲者讲喙舌的话嘛是会使，而且可能，但人会变做底下咧，变做恐怖分子嘛，可能性嘛，那也无可能。所以统一无一定保证讲台湾一定啊，对中国一定有利，从这点来讲就好啊。啊，统一唔是台湾甲中国诶之间诶关系，唔是唯一的是台湾叫中国统一去，叫夹去。啊，过去蒋介石嘛唔对，就是讲两边是绝对是中国叫台湾夹去，台湾要甲中华民国要共夹去嘛。即拢因为这甲正正即个老百姓生活会好，会幸福未？有感觉有幸福无？哦，刷咯。
老百姓的福利，所以老百姓的发展等等，这个国家、这个地区、这个社会的发展，无一定的这个正观念，不是讲那统一这边绝对两边拢会好，无一定啊。啊，所以伊是安怎要统一？这第一点吼，咱即马就来问这个问题。第二点，像即马安尼是，哦，啊那无要，啊无要统一。啊，唔敢叮当，尤其咱年纪的蔡英文总统，什么拢唔敢叮当。今仔日敢那有讲出来？今仔日的报纸敢那讲讲，哎、嗯欸，啊，你现在在搞乌空房，这些你是破坏现状哦。我是要维持现状，你叫我维持现状，你也期待阮维持现状，啊，我甲你维持现状。啊，大家来互相来一步一步来互相了解，嗯、来开始来互解。哦，啊对，咱的这个地区的和平，咱来坚持，所以咱会使大家互相来谅解，来增加咱的迄落嘛，关系等等拢会使。但是你即马甲破坏我的位置，这是第二种，第三种就是你若要统，无要统一中国讲的，我就要甲你拍，爱对战争嘛。有啊，啊即马都飞机，你看这。这密集在咱台湾天顶扬扬飞，啊，周围热热烧。我会看，还是有人想过你，是有人想忝，因为那个战争落去啊，欺人太甚。因为那战争，你家己都考虑嘛。战争的代价是啥物事？无战争，像即卖安尼咧拖的是台湾去用钱拍嘛吼。啊，那无啦，那两边一边一国。对台湾有利无？对中国有利无？中国你若讲台湾，你若一边我袂甲你做生意，台湾就差不多就翘差不多三分之几啊嘛，对不对？那一边一国对台湾、对中国，那台湾甲中国也是咧生意愈做愈好，因为台湾一边一国，大家台湾人感觉你袂甲我欺负啊嘛。啊，一国的时阵，咱有联合国啊，什么去来甲咱保证咱的和平，咱的唔通战争。所以我更加放心跟你交往，更加放心跟你交陪嘛。所以好处运动是对两边拢有诶。无战争，那战争你甲大家都算我好。我的看法是，中国是咧行头大啦，因为无可能战争，因为战争咧到底伊即嘛都开始在咧开花，也未结籽，诶，即个工业发展、科技发展、技术拢无去，诶，拢无去。啊，所以伊咧讲，伊要和平，要爬起来，这口号啊，规拢是假，当然是假的，但是这有影大假，所以毋是遐简单呢。啊，所以即马问题是伫遮，无人甲中国讲互清楚。哦，啊，咱大家嘛想无，啊，中国是安怎一定都要统一最唯一的口号，哦，唯一的口号，唯一的目标。啊，咱头拄咱的解释，都明明知影统一，无一定会互两边拢会开始会合作。诶，生意愈做愈大，香港经济愈来愈好，香港的科技也愈来愈好，香港的人权也愈来愈好，香港也愈来人两边拢感觉遐个人民拢感觉愈来愈幸福，愈来落地啊钱愈巴巴，明明知嘛，啊，伊那要安尼行，啊，所以这点，咱想无，中国嘛想，咱想无，中国哪会遐空啊，遮空？啊，中国呢，本身是安怎想的？迄咱有时间再讲。但是今仔日咱，我希望有一个机会，咱来讨论。啊，那两边，那一边一国对中国的好处伫倒位？咱来，咱有影。拜托，这个丁妹啊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吼、哦，你甲救人咯、哦，我甲修理一下，甲问我来甲你解释。那底下都控制讲面头前底咧卖三厘经，迄落关老爷面前底咧人多多。无啦，咱即马想讲，诶，这个，那
一边咱也一个讲，咱毋是讲迄个要一边一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是讲救中国，咱是一边一国救台湾、嗯，对无？啊，边总拢讲一边一国是救台湾，啊，你讲一边一国是会救中国？是，对，冇救台湾，冇救，但是基本上救中国。嘿，咱即摆咱在讲迄啰，冲突跟战争，伊即摆敢毋是拢武甲？两方面拢紧绷的状态，就敢那强要拍起来，拼下来拼，台湾绝对，台湾闹怪先拼落去，就拼嘛，大家来拼嘛，对唔？咱先讲个清楚，你敢用原子弹？一直讲绝对无用核弹拍台湾，家己的同胞无啦。啊，伊毋是讲要学习台湾啊，学习台湾是有啦，啊，无装原子弹嘛，吼，装普通的传统弹啦，吼。你看烘啊，安尼是哦，啊抬落去，啊你来台湾真是要抬两千三万，干么要好抬？哦，第一点，第二，你若抬落去，问题真简单，你抬无几个人，所有人台湾人，大概即马台湾人好热啊，你大概拢一半以上都走到武汉人。啊，剩咧走袂去，都甲你拼。问题有300万的迄落有摕外国护照的。是啊，所以你抬人。第一点，台无几个。第二，你所谓你要摕台湾的上大的目的两项嘛，一个是科技，第二是你的台湾的战略地位嘛。啊，第三可能是你的民主嘛，你这个义和团的民主嘛。科技，敢问呀？科技你若无台台湾嘛，就直接要卖你，你无看无？啊，都跟你合作拢会使啊！若甲美国讲我好啊，啥物事，你若莫甲变成拢会使嘛。所以，莫甲你最近，你派人来学习会使无？做阮学生会使无？啊，阮做老师去，这个文教的交流根本是代代方方来做啊嘛。对。啊，所以奇怪，科技，你拍落科技都无，那无拍。啊！若和平，国际拢摕到，教育拢摕到，哦，教育互相来。啊，毋着恁过去七十年咧相拍，咧相刣，分开，你至少嘛着过七十年，至少搁较少嘛着五十年，大家才会啊了解，过去拢误会，过去失了，对毋对？好，你按一个手着规茶叶就走，都要甲按欺负到这个程度，做头壳。我想是有影义和团，有影义和团。讲到，就是要台北学习啊，迄落啊，要甲咱学习，要拢要推软的，要行头大，要推软的，要哪过哩？所以科技无可能摕到嘛。啊，即马咱台湾开始因为知影是安尼先要开始发落卖，咱哩学美国嘛。开始有战略意义的，你若无安尼，就美国人嘛会甲你逼你讲，啊，这嘛是我甲你签约内面叫你生产，我若即款的生产的物件袂使，还是你搁得生产，搁是说你搁创新呢的物件袂使卖予中国，这拢开始拢愈来过去是无啥人严，即卖愈来愈严。所以台湾人，你真是讲科技真好个科技，要阁继续像过去马政府时代，要阁按大量去卖啥物事，无遐可能。那马政府时阵嘛无卖个遐尼济，伊嘛是偷偷啊咧卖，唔敢遐尼，因为大部分咱，即比如讲晶圆体咯，啥物等等，咱咪是甲美国，还是甲全世界，咱拢有签迄个约，就叫战略物资。袂使去予即个中国、北韩、甲伊朗，咱拢有，咱无参加国际行为，咱有参加双边的即个契约、即条约，咱拢有创呢，个也简单。啊，所以你拍看卖讲，你拍落去，毋只是得到台湾的啥物物件，毋知，但是你的，你拍看卖，你。啊那美国那空空战士，帮助台湾的，啊，咪世界大战都发生。啊，你那举一个到底台湾那个日本那个也袂歹，
日本人若到时来支持台湾，啊，大家无利用这时阵，趁你中国也未正正经济也未好势，科技也是啊咧共淘汰的这个阶段，仿冒，哈咧仿冒的这个阶段，互你死嘛，哦，等你到大买的时阵就废去啊嘛，啊，这是国际政治嘛，啊，你大家若要。要面要乱乱，要大家来拼嘛，啊拼的先出手先赢嘛，啊先出手，就是等有一个机会，像像向飞第一战，对啊，哦，就像输出有名嘛，我才有办法，家己写，啊你写就像南边讲，像那种台湾，普通台湾的，你台湾人即卖已经百几万，得要两百万人在中国，这内面讲较歹听的。迄内面唔就规靠十万人，至少有十万人。我想忽然间讲，哎，我祖国也无啊，台湾也无啊，我开始要学宾拉登，有可能无？我想十万，忽然间会产生十万宾拉登，有可能哦。啊，那无一万人嘛是惊死人，啊，这个社会就中国社会就乱。啊，不过话搁讲倒转来，伊嘛派足侪宾拉登过。啊，伊即嘛真侪咧。不是冰拉，即卖真侪是迄个迄文雅的冰拉丁啦，吼、哦，较文的，在台湾已经真差不多。嗯、我伫因为过去咧新闻界才50%以上，已经是因甲因影响会到的啦。啊，那人落来，迄冰拉丁，迄文雅的冰拉丁开始，已经真侪咧台湾啦。啊，台湾到底咧偌侪呢？咱希望咱的国安局。咱的国安会议、国安单位，因个就是正式落去调查，啊，落去甲这个安怎调查以外，就要就佫进一步，就跟这个所有的登记起来，啊，所有的追踪，啊，所有的监视，啊，所有的就是讲，就控制好掉，无到时再重新来编出去时阵，到时再来乱来乱去咯，啥物事咯，啊，再怪来怪去。安尼都唔对啊！但目前，咱的蔡政府、蔡英文政府无这个意识，啊，期待即马国安什么会议的迄个过去的你做外交部长啊，迄个开始去做秘书长，敢是做迄个国安秘书长，伊、开始。诶，正视这个问题，无到时台湾阁开始阁乱糟糟，甲过去国民党啊，去予共产党甲1949赶出来就是安尼。反正咱装着妖兽诶，国民党无歹，迄个时阵都战争煞无歹甲遐歹，但共产党像反饥饿、反战争、反啥贪污、反啥物，国民党有遐尼糟糕无？敢若有，但无个遐厉害。但是发动全国，安尼咧，甲你要求，得甲你无合作，得甲你污蔑，你要变个社会拢乱去嘛？啊，所以所谓一个间谍，甲你派去蒋介石边啊，飘咱所在迄个姓苏的广播，就是咧负责作战战略甲战术的迄个厅长、副厅长，迄所副厅长。都是共产党嘛，啊！你们在小台边那样，徐蚌战争50万，国民党死50万人，上大一个战争，当然怕输人，你根本所以咱即马到底有偌侪匪谍在你边啊？这个问题，我感觉奇怪，感觉奇怪，就是要找这个数目，敢那找？就无找无啥会到吼。哇、哦！啊，这个蔡政府敢那拢无咧注意，我、期待讲开始咯，都迄落啊。啊，所以两边的关系都切个好啊啦。啊，两边关系，毋是讲要讲就来讲嘛。哦，我想台湾的政策也是同款，就是要讲来讲嘛。但是你阿强啊，等你慢慢空啊，你总会给保的92共识。做一个条，做一个要讲的条件。伊就是唔敢甲咱讲啦，因为伊个逐项拢山寨版嘛。伊即马就是讲，你讲落水，伊唔敢。即个体制，伊写硬去啦。嗯。入去徛喺多一个立场，徛两边哈，两岸一家亲，这立场咪写晒啊。
啊，大家来讲嘛，啊，亲戚嘛，讲到讲到，那销量起来嘛，无要紧嘛，大家来讲啊，哦，啊，为了东亚的和平来讲啊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为了讲中华文化，哎，嘛是会使啊，中华是台湾文化一部分啊，咱的文化内面包括上大的部分，大概就是。但是中华文化，但是即卖愈来愈少啊！世界文化愈来愈多啊！各国的文化拢离开，像南岛的文化，咱也愈来愈多啊嘛！啊，那夏威夷的文化咯，大溪地的文化，拢直直离开啊嘛！所以中国文化愈来愈少。哦，要少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来抢，来救，拢袂使使。那就一定就从高级，即做高级的共识，即根本都是骗人的，无的物件卖提出来讲。这个敢介适合因的个性吼、嗯，啊，较早这个伊迄落啊，怎解就阿爸阿囝伊要迄落要消灭万恶共匪的时阵啊，啊，搁蒋经国伊步三步的时候啊，啊，伊那会唔来学习台湾啊？即马就咱哦，即马就我感觉也是欠一个讲哦，会当替咱两方面吼来说服的人许。不，我想啊。啊，是安怎？这。过去的历史上拢有哦，像比如李登辉时阵嘛有，蒋介石伊嘛派人来，拢有啦。嘿，那两啊是要听唔听呢？啊，要听唔听呢？啊是有效无效啊？你嘛哦啊，但是目前到这个程度，我当然咱拢唔是错英文嘛。我想伊那个真诚意，嘛是接近呀，当然无可能。蔡总统直接改讲话嘛，别人去见啊，一波、嗯，你这人是有影无影？有影是上顶头来，有影是骗人的过去。咱台湾去用骗个实在安尼钱啊，安尼好，就拢用骗去嘛。所以拢无要紧呐，这本来国际政治就是安尼，干咩简单讲？你要拍就要拍，国际上干咩同意？所以你要拍，你国内拍到到底你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皇帝位会稳袂？因为你内部嘛是真侪派系，你少，等等安尼是，所以问对你遮，毋是讲国际政治，毋是讲你袂，你就要做。啊，所以徛在这点时阵，我等下希望讲有一个更加好的机会，咱等有一个机会吼，找到更加好的时间。咱好好啊来谈一个，两边那正正互相诚心，你中我看真困难。啊，但是困难你嘛着做嘛。正正你中国，你承认台湾啊？目前咱要讲这个统一的代志，啊，拜要安怎？你学毛泽东嘛？这一百年以后，还是欧洲人来嘛？一百年以后才来讲的社会，我感觉过去的国共产党的遐前辈，啊，遐虽然老干是老干，水准是一流的。台湾甲中国，台湾的问题一百年以后才来讲嘛，迄个那周恩来讲嘛。无偌久以前的邓小平嘛是讲嘛过身啊，伊嘛是讲啊真紧，啊这后代的代志啦。啊！你即卖习大大，你即卖江泽民，你即卖胡锦涛，哪会口口声声，就是即卖都要统一，即卖都要安尼，就是表示讲，敢那个台湾同款的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黄鼠狼下耗子。所以不是简单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咱就你要有啥问题无？哎，无，我就想讲哦，迄、那个，伊讲哦，咱若要听伊的话吼，咱拢要不改变现状，啊，因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咱都无甲伊咧改变啊，咱拢无半点改变啊，是啊，啊，就安尼，顶任阿扁总统的时阵是用一个迄落公民投票尔，因就吊起来啊，啊，即马蔡英文的煞点安尼鸟鼠咧安尼，啊，伊嘛是。
嘛先求，拍者也较厉害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所以说，不是说要七十年、一百几年，甲中华民国外交的关系拢安尼，拢断去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嘿啊。伊嘛是安尼，沾脚沾手安尼，啊要染头安尼吼。啊，咱即马互大师休困一下，咱等下，咱后面再搁倒转来。才能够救台湾。